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新年华假期曾老师这一次要带所有的好朋友到最棒的北欧，我们会去美人鱼的故乡丹麦的哥本哈根，德国，还会去爱沙尼亚的塔林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，芬兰的赫尔辛基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，行程非常的精彩，朋友们不要错过，名额不多，报名可真是要快哦。